Hello，午安，我们是豪乐团。第一次来园林公园，然后我们就是下车走进来之后，觉得真是太 peace and love 了，很喜欢这个场域。好，然后刚刚那首歌叫做《车站》，是收录在我们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歌。然后我们也蛮常在演出的第一首歌就是选这首，因为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启程，就是有时候你踏上一个新的路途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些迷惘跟困惑还有挣扎的那个心情。对，然后记得子清那时候写这首歌的时候还特别去台北车站坐了一个下午，有那么久吗？还是一个小时？接近，反正就看一下，然后就是因为我觉得以往过去的我自己的经验，去车站可能我一定是要去什么什么地方，就是我非常有目的性的然后去这个地方，可是那一次非常不一样，就是有点漫无目的，然后就是去看说周遭的人在干嘛，在车站的人都在做什么。对，比如说他们在找路啊，或者是有那种刚下课的同学啊，然后一起走啊什么等等之类的，然后就会觉得说车站的地方其实我觉得承载很多人的回忆，然后像我自己印象深刻的可能是比如说男生去服役，然后就会在那个车站然后集合，然后一起过去，然后就会有比如说他们的朋友然后来送他的或家人。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记忆很深刻的一个画面跟一个场景。你刚刚说你就是会就在坐车站那边观察人，突然觉得你好像 NPC 哦，就是你是坐着吗？就这样？没有，那太可怕了。然后走过去跟你讲通关秘密，然后你只会重复讲同样一句话。没有，就晃来晃去，然后看大家在干嘛的。好，那讲到就是走动呢，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蛮在第一张 EP 里面就有的歌，然后是子庆就是官方上就是第一首创作这样子，叫做一直走。想和你一直走，哒哒哒哒，
像水微不比耳边的细细心跳不歇息，却忘了呼吸，看着你幻想发生奇迹，想一起去旅行，从伦敦到巴黎，想和你一直走，就这样一直走，走过失望失落，从沙漠到绿洲，想和你一直走，就这样一直走，只想在你左右，在你每个脆弱时一直走，谢谢。你是今天坐在沙发上表演的感觉是什么？像在家里。对，像在家里一样，非常舒服。哎，但是其实，即便是坐在沙发上表演，其实那个坐的位置是有学问的。就你不能，你不能百分之百的屁股全部都在里面，你要往前坐，可能剩下三分之一的那个沙发面积。不然它就会看起来陷下去这样子。对，视觉的学问，有点像那个，就是有时候我们看那个那种，电视明星，然后比如女明星撑着头然后拍照，她其实没有真的把她的头百分之百放在她的手上，因为这样子的话，其实她的脸肉会被挤出来，会这样，会变这样，所以实际上她是假装的。然后，所以其实这很考验你的核心，因为你其实是用正面在支撑你的头部。然后，下一首歌的 MV 就有类似的例子。哇，好会接哦！呀、yeah! ，好，然后我把它转过去，有歌单写在瓶子上。下一首歌叫做《我把我的青春给你》，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那首歌的 MV 吗？还是你们有去唱过 KTV 点过这首歌吗？因为其实就是那个 MV， 然后没有吗？你回去要看一下，因为其实我个人是不敢看的，因为我们就不会演戏，然后我们就是第一张 EP 嘛，就是比较团队，就是小而精简，所以就只好就自己下去唱一些对嘴啊，然后演一个，他是饰演一个画家，希望大家有看出来，对，在那个，对，然后。这个 MV 我一开始就是要趴在一个也是坐在一个高脚椅，然后趴在一个面积很小的圆桌上，然后我要趴着，我是在看一束玫瑰花之类的吗？应该是。对，然后我的动作是这样，我的脸是跪在我的手臂上，所以是这样。我不是这样，但是其实做这个动作你不能真的躺下去，因为你就是脸肉会被夹出来，所以你是要。就是 like 这样，然后就会超爆筋，所以那时候那个整个下午回去之后，整个腰酸背痛啊，不行。好，我们先来演这首歌，等一下再来讲一些 MV 的有趣的故事。
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了你，必须爱你，我把我的青春给你，我是你微笑化曲折心的美丽，那是单纯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了你。青春给你，谢谢。我们那时候就是拍这个 MV 的时候是在炎热的夏天，然后我们就是只有我跟子庆，然后一个导演一个摄影助理，到那个一个山上的那个草原去拍其中一幕画面，然后那个有一个景是就子庆拿着一枝花，然后就是看向远方这样子，然后那个是，然后你自己也对这样子，然后摄影机就要绕着它转一圈，所以就会有一个360度的，就是它的这样子一个 take。 那你要想哦，他在拍360度的时候，假设旁边有站任何人，其实都会被拍到嘛，对不对？所以要怎么样不要拍到呢？就是所有的人都要躲在导演的背后，所以就是像摄影师的后面，摄影师的后面。然后其实我记得导演就是摄影师，然后你就要就是呈现一个老鹰抓小鸡的状态，就是剩下的人就是我什么就提着就是行李这样，好，我们要 rolling 哦，然后 roll， 然后他就要围着子庆跑，剩下的人就要在导演后面狂跑，因为越外圈你要跑越快。对，很好笑，然后就拍了好几次，因为有些人就是可能速度没跟上，然后就被拍到，对，所以就是拍完之后又汗流浃背的，这就是这支 MV 的一些幕后小故事。所以等一下你们今天就是结束了，可以去 KTV 看一下这首歌，我自己是就不太敢看了，有一种翻到国小毕业检测看到自己的感觉。
的那写的那个什么友情，友情可贵的那个，你们是不是知道我讲什么？百事可乐。好，下一首歌呢收录在我们专辑里面，然后它也是有一个 MV 哦，然后你们后面就会开始发现我们 MV 就再也没有我们自己演戏了。对，后来就觉得术业有专攻。然后这首歌叫做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突然是比较沉重一点点，然后我自己发现啊，就是跟周遭的人相处发现的，就是有些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很放松很轻松，然后跟他相处很开心，但是当你跟他熟一点之后发现他一点都不轻松，他非常就是小心翼翼的去跟周遭的每个人相处，因为他可能常常会怕自己讲了什么话让别人不开心，或者是自己做什么事别人不喜欢之类的，对，所以他会很用力的去让周遭的人觉得跟他相处是舒服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在我更认识他之后，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很脆弱的，所以他必须要特别特别小心的去守护保护他这样子，对，然后这首歌算是我觉得写给这样子的朋友，叫做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啊，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啊，很讨厌吧，这样说会让你为难吧，就这样吧，被困在自己的小剧场，很困扰吗？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啦，反复考虑别人的感受，直到被淹没。你走在宁静的夜晚，回忆从前吗？你像和宁静的夜晚一样平静。走在宁静的夜晚，直到天亮了。要过多少个夜晚才算是大人啊？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啊，我害怕太赤裸的真心话让你为难啊。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我无动何为过分的期望，不敢拒绝啊。很困扰吧，没人喜欢悲伤的人吧，是这样吧，把伤口说成玩笑就是坚强。很困扰吧，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了，后来才发现是我笑太大声了。你站在晴朗的艳阳，又有路吗？你想和晴朗的艳阳一样闪亮？站在晴朗的艳阳，直到天黑了。总以为要像个太阳才值得被爱呀，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啊，我说着无关紧要的笑话让你开心啊。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我以为
为抓住别人的期待，爱就难存在。我知道没有人应该拥抱我的脆弱，我知道太多的感受让别人很困扰，我知道不好的时候你们都强忍着。像我这样的人啊，得再多做些什么吧，所以请你把我丢下吧。我只是在没有爱的地方赖着不走啊，所以请你把我丢下吧。我只是不会欺骗自己啊，才不是坚强。试过了啊，关系是不能勉强的吧，就这样吧，为难就大声的拒绝吧。会担心吗？太怕让别人不高兴了，就算被讨厌了，那又怎么样？能不能请你别把我丢下？谢谢。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第一次去年做专辑的时候，第一次有找一位男性声线的歌手合作，然后是李玖哲大哥，但是他今天没有来，所以我就要自己把他的 part 也唱掉，这样子，叫做《游荡的人》。然后我觉得，其实游荡的这个概念，我自己觉得对我们来说是蛮不一样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好我们两个都是摩羯座，保守的，对那一种的。然后呢，我觉得游荡的概念它比较跟我们平常的行径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想要去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会先去确定怎样抵达。就是中间要怎么执行，对对对对，怎么规划，排好怎么走。游荡的概念就完全不一样，比较像是哦，上车了，好上车，要去哪里？不知道。等一下再看看。对，等一下再看看。它的概念比较像是一开始有点漫无目的的感觉，对。但是我觉得，就其实我后来也有一两次这样的过程，然后我自己觉得体验的感觉是，其实有时候这样也不错。就是有时候在这样的情境下，你反而会发现一些事情，对，发现一些你从来可能以前一直经过这些地方，但你从来没有去感受过周遭的事物，没有感受过风怎么吹在你身上，风吹在你身上是什么感觉？对，我觉得这个是游荡带给我的一些小收获吧。但我有时候游荡的时候，就会开始想一些平常比较没有空思考的事情，比如说以风吹在身上、脸上的例子，我就会想说，那如果我一边跑一边跑一跑，然后我撞到一只蚊子，它会痛吗？就是我就会想这种。哇，这好像就是要读书才会比较那个，比较我今天坐这个椅子啊，我一直想要就是坐两脚椅，你会有这个坏习惯吗？我小时候在学校课桌椅都会一直这样。我还好。而且你现在没办法。没办法。好，游荡的人。却总在太快了。
是想起你说从前总想快一些，现在只希望慢一点。快要亮了，梦了该醒了。我们从不曾这样游荡，想去的地方已经不在了。失去方向的人呢，想学会游荡啊，想去的地方后来都不敢想。不如这样陪着你逛，就让柔柔晃晃的光照亮你眼底里的伤，让眼泪带走吧。就让灰灰蒙蒙的山盖住你流泪的模样，就像前是一个比较安慰人心的歌，我会把它定调成一首温暖的歌这样子。然后当初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我好像是刚跟一个朋友聊完天，然后在回家的路途中，然后知道其实长大以后跟朋友并不会就是
一直联络一直联络，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在各自的领域上忙碌啊，或是其实大家都不在同一个城市，所以就是很偶尔就是见面聊天的时候就开始大量更新他的近况，然后有时候就一讲就会把一件事情就哦真的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或是他才刚经历完一个比较低潮期，但是他现在有在慢慢好起来等等等的。然后回家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我们好像每个人都默默的在自己的地方很认真的生活着，只是有时候可能没有空，或是大家必须要好好处理自己的事情跟消化自己的情绪，所以并不会一直讲，只是可是有时候见面之后才发现哇就是他真的辛苦了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写就是这首歌写的时候反而是前面先写出来，就是辛苦了这些日子你都辛苦着，然后就是大家嘴上都常常说自己我不怕苦啦没事啦，但是其实可能你骑车回家的时候都偷偷在哭，就是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蛮心疼的，所以就写了送给你的这首歌，就是送给我身边的朋友们这样子。骑车骑到哭，好似云般无情的日子，在你的每一天沉甸甸，就像原地倒转的一小滴泪。嘟嘟。做个善良的人，不造成他的困扰，不随意对他唠叨，有时候告诉自己不能逃跑，不管你每天有多糟，就像原地打转的一只小猫。你知道吗？最难的事已经完成，却说不出，你知道吗？最累的事已经过了，该做的都做了，能说的都说了，用你习惯的方式。
做个善良的人。送给你的，谢谢。这首歌就是在专辑的版本里面是有一些我很喜欢的音色，比如说那个黑管，然后我觉得那个加下去就整个又更催泪了。对，我自己其实蛮就是其实里面副歌的词的歌词也是我常常对自己讲的，因为我觉得随着年龄增长，在面对一些不管是人生上的困难或是工作上困难的时候，会越来越发现有时候有些事情并不是你努力然后就会做完就会完成，或是就会有结果，或是就会有好的结果的。然后有我最近就会练习，就是在一个我觉得好像差不多了的时候，会跟自己讲说，就是该做的都做了，然后能说的都说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我尽力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有时候我们埋头在忙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没有办法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然后有时候都会需要旁边的人来提醒你说，就是其实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然后我觉得我也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跟身边的人说，这样。对，所以个人就是有时候自己这首歌好像是难，就是少数我自己会去听自己的歌，哎，因为有时候听自己的歌自己唱歌很尴尬。真的吗？对，好像有时候会有一点赤裸的感觉。嗯，对，就全部人都大家都来听，这样就觉得怪怪的这样。好，然后下一首歌也是一个稍微比较悲伤沉溺一点的歌，然后他在讨论的是一个感情上面临的一个挣扎点。对，叫做我爱你却不能拯救你。这人群大喊，在天桥的中心，在远处面对你，我只想要你活得平静，带着死心，我想却如此爱你，可你是你
我们是独立的个体。你喜欢做你自己，我讨厌这种无能为力。我爱你，也爱着我和你。我爱你，却不能拯救你。做你自己，我讨厌这种无能为力。我爱你，也爱着我和你。我爱你，却不能拯救你。我爱你，却不能拯救你。谢谢。
你们如果今天有拍一些我们的小影片，可以 tag 我们的 Instagram 哦。我们的 Instagram 是 goodband2015 这样。然后我有时候会剪演出的 vlog， 然后可能就会使用。欸，如果觉得自己拍的不错，可以私讯给我们。还是我等一下就是演完之后，干脆就是限时5分钟把我的 AirDrop 打开，然后让，也是，就会收到一些什么 Copy Show 的照片之类的。好的，我刚不是有分享我有个坏习惯，就是我会做量交易嘛。然后我突然想到，就是我小学的时候有考过那个资优班，就是要考试这样。然后我反正我没有进，但是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在考资优班笔试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放松，不知道为什么欸。然后我就因为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很想要进去的心情，然后我就写写，然后就一边做那个，我就一直这样量交椅这样子往后，而且是往后的，结果我就整个砰。我就整个翻在地上，就是啪，就四脚朝天这样子。对，这就是我的自由身考试。好荒唐，超荒唐！而且那时候他还有面试，然后他就是会考一些我觉得很困难的。我现在应该还是考不进小学的自由班，就是他会念说：“好的，我现在念一串数字，然后你等一下把它反着念回来，就是36574122。”好的。反过来念，对对对，二四七五六，其实六三，谢谢。哎，我念完了，我应该怎么念完？哦，装牙齿。好，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聊天蛮多的，希望你们喜欢我们的。跟我们聊天，就其实只有我们一直在讲，没有人要跟我们聊天。好，下一首歌就是比较嗨，然后比较凶，就是快乐的时间过得特别快，然后也是我们唯二就是可以在 KTV 上面点到的歌。然后我最近就是演现场的时候会就是偶尔会把麦克风递出去，就是测试你们的那个自由班考试，不会唱这样。对对对对，好，这首歌才要灯泡。然后不好，谢谢提醒。对，还是我不要离开这个结界。那你可以出去，你可以不要踩到就好。好 ，OK OK。那所以这首歌叫做什么？耶、yeah, ！恭喜你们都考上了，聪明。好，准备好了吗？来哦。我在等那个车车，没关系。等一下。坠落就是这样，你会不会和我一样，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你会不会和我一样，直到勉强却还在挣扎？你会不会和我一样，被生活覆盖梦想和希望？我们只信小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只信玩笑确幸，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有想象力，你们说的也有道理。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
用的年轻人，不懂的心声，只想我的安稳。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只顾着自己，眼中没有其他人。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不懂的心声，只想我的安稳。那我们先自拍一下，可以吗？好，镜头在这里，这边的朋友，耶、yeah! ！哎，没有人理我，耶、yeah! 啊！啊有有有有，子庆子庆，对对对，子庆，耶、yeah! ！好，哎，有官方摄影，好啊，谢谢。我们要怎么？